命理解析，国民闺女关晓彤为何这般好命？近日，国民闺女关晓彤在微博上分享了一组迪士尼游玩的照片，并配文字：童话世界啊，太棒了，从小就看迪士尼动画，一进去就不停的哇塞，第一次做刺激项目，状态如图，来自周末的九宫格，晚安。照片中，关晓彤一脸开心，又是卖萌又是搞怪，少女心爆棚。我是南阳风水师王刚，还没关注的朋友记得点点关注，带给你好运。最近几年，青年演员关晓彤接了很多剧。近日，刚上大学的关晓彤百万豪车座驾被曝光，不少网友都在羡慕嫉妒恨时，关晓彤的父亲又给围观群众补了一刀，说这辆豪车是关晓彤自己赚的。接下来大师带你去从关晓彤的八字看关晓彤为何这般好命。关晓彤八字排盘如下：坤造丁丑吉酉壬戌缺是大运，庚戌2014辛亥人子癸丑甲寅。关晓彤真的是让人羡慕嫉妒，年纪轻轻，有脸蛋，有学历，还有名气，受众多粉丝追捧，关键是还有钱，简直是十全十美的人呢。八字排盘出来，果不其然，根据关晓彤目前走印比金水相生，帮身力强的大运，被大众熟知并且名气越来越大的信息来看，大概是命局属于身弱或中和了。这样的话，小小年纪能有现在这样的成绩，绝对和格局高低有关。关晓彤的格局高就高在印寿格局，杀印相生，贵气洋溢，也具备了逢凶化吉之象，所以属于富贵格局中最佳的一种。而且印寿杀印相生，绝对有福的好命，这是得了祖荫了，和家庭各方面的支持分不开的。娱乐圈中很多女星是用时尚的，全靠自己打拼去占得一席之地，关晓彤根本不用自己去拼命，就有人去关照和庇护，这不是好命是什么？命局层次只是其一，其次，关晓彤的大运走得实在太好了，几乎没有一步差运。目前的印比相生大运自不用说，连续走20年的帮身大运，好运延绵，富贵有家。38岁癸丑运后，官星旺地，也不影响格局和运势，名气还会有进一步上升，只是官杀更加混杂，婚姻方面容易反复不定，难遂心。48岁甲寅运后，可写混杂。如果说前面印比相生的大运要靠机遇，靠贵人长辈的话，甲寅运后就得靠自己了。这也可能是印寿格局为用的，本身并没有多大的本身，全靠贵人的提携，但是到了食神大运，要靠智杀才能夺取富贵，那么就体现出了劳碌命，凡是亲力亲为，就体现出了操心折腾，而且是非多，做事容易波折反复的信息，但也因此构成食神智杀的组合，依然能延续富裕是没有问题的。所以说关晓彤的运势真算是好运悠长，富贵长久。免费看手相，加微信 MSFSDS 预约算命看阳宅风水面相，为原主求财寻龙学转运，风水布局放生转运。